哇，今天姐姐跟弟弟来吃 NU Pasta。弟弟，这个披萨好吃吗？好吃。好吃啊！你吃的是什么披萨？是台湾的披萨吧。炸鸡披萨。啊，姐姐，你吃的是什么？那个叫什么？青酱意大利面啊、哦？是吗？那个饭，那个叫什么？哦，青酱饭呐、啊。香酥鸡焗饭哦，哦哟，不错哦，这个是酥皮浓汤。你吃你吃，爸爸看你吃，我就很开心。好好好，我先看你们。好。好好，很棒。来，你们先吃。哦，弟弟，你这个我觉得你吃不完，到时候我再吃你的就好了。我再吃你的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，好，谢谢谢谢，姐姐你也努力吃吧。啊，你们只有点两份吗？嗯。是啊、哦，要不要再多点一份？啊妈妈，哦好，那待会妈妈再点一下就好了，好吧，慢慢吃。